元帥同森龙而家打紧官司，其实你唔应该揾我。我都唔想转弯嗰个，你系咪都觉得份环评报告有问题？唔好意思，我唔知你讲紧咩。你唔知俾我提下你啦。你曾经揾过另外一个人做过一份环评报告，证实污染嘅源头系嚟自你哋公司。我的确系有再做过环评报告。李生，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。如果你想倾元帥单官司咧？ 而家已经进入咗司法程序，有咩事你同阿金律师讲。我一直都认为杯土计划系同污染冇关嘅，所以就另外揾人再做个环评报告，谂住攞嚟做证明。点知竟然俾我哋发现咗新嘅报告嘅数据，同埋责言之前俾我哋嘅系完全唔相同。有啲咁嘅事咩？我答唔到你。答案只得一个，就系刻意造假。 你冇资格问呢个问题。点解你要呃我哋？系你故意制造污染，叫洪生造假嘅。你注资元帥根本唔系因为睇中我哋杯土计划，而系想整死我哋间公司，吞咗我哋块地。而家已经冇人再信你哋，觉得你哋个杯土计划系完全失败。枉我同 Jeff 仲咁相信你。Jeff 傻仔嚟噶嘛？你又唔同喎。 你叻女嚟噶嘛？你又听话，我叫你做乜你就会做乜。我仲谂住咧，迟啲打搬俾你，等你可以重启你爷爷嘅净化土壤计划。我真系等你唔抵啊！呢个世界唔系得你冠亨一个有钱佬噶嘛？你冇咗佢，你可以搵个第二个投资者啫。你冇必要俾佢链住条颈。你唔使再劝我啦，无论如何，我唔会喺法庭上爆呢件事出嚟嘅。 呢啲相咧，全部都系森林入边影噶，就系因为元帥嗰啲污水咧，所有农作物都死晒啦，仲有只狗啊叫旺财啊，饮咗嗰啲水都差啲俾毒死，好彩发现得早先冇事咋。咁多律师你唔揾，点解一定要揾我？你都知啦，呢啲 case 可能一拖拖几年噶嘛，赢面又细又冇肉食喎，仲有啊，佢哋个个都惊得罪李冠亨。 我问过好多律师啦，佢哋都唔肯接。我谂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如果我肯同我爹哋打对台，你哋森农嘅信心会大好多啊嘛。你之前都肯接 Andy 嗰单 case 啦，我希望你今次可以帮下呢弱势社群，企喺正义呢一边。喂，我系。病人突然间出现肺积水，经过紧急抢救之后，已经脱离危险期。 叔，唔好走啊！叔，小姐，唔好报警拉我，我都系想嚟睇下个仔咋。我唔系要拉你，我都知你成日都有偷偷地睇 Andy。 对唔住啊，小姐，嗰日我唔知你喺架车度，我只系谂住将架车撞埋去利山嗰度。爹哋平时对你咁好，点解你要揸车撞佢啊？佢正一伪君子嚟噶，我书房咪有听到佢同细利山讲，害到 Andy 变咗植物人啦。阿祖先。 律师，呢啲说话真系唔可以乱讲嘅。点解你要咁讲嘅？我同李生差咗几十年车啊，听埋听埋，佢唔少啲乸仔嘢，佢根本人前人后就两个样，老谋心算啊，真唔吉到咗，唔知痛。最终咩害咗自己嘅仔啊？嗰律师，我把握打人森龙呢单官司咧，睇到李冠亨系外父嚟嘅，你咁高调去打对台，你惊唔惊影响你同太太感情啊？嗰律师，你出咩逢打必赢嘅喎？今次有咩新策略啊？唔好意思，我今次并唔系以代表律师嘅身份嚟到法庭嘅，因为森龙已经交由另一位律师全权负责。呢位就系李律师，点解会接受呢单官司嘅？可唔可以真系扶到对簿公堂？你点睇呢件事啊？对唔住，我唔会接受访问。
衷心咁多謝你嘅。我都係公事公辦啫。除咗你，仲有其他農民。如果今次贏咗，佢哋可以引用呢個案例追討賠償。
我哋暂时将自己嘅问题摆埋一边，专心打好呢单 case， 好吗？好啊，李冠亨先生，我有理由怀疑你就系元帅工程嘅幕后操控者，唔单止制造污染，仲贿赂泽贤环保顾问公司嘅老板洪乐德，伪造环评报告，欺瞒公司嘅其他股东。法官阁下，我反对控方律师对证人作出不必要同埋冇理据嘅猜测，与本案无关。我呈交咗一份报告，证明洪乐德先生多次优先内部认购，由乐意性作为发展商嘅建筑楼盘。我有理由怀疑洪乐德先生可以买到咁抢手嘅楼盘，系因为利益输送，藉以换取假嘅环评报告。师傅，你点啊？十点钟方向嗰个人咧，监视咗我好耐噶啦，佢唔知系咪想对我不利咧？细佬，金俊生，细佬，呢三年你究竟去咗边啊？我揾得你好辛苦啊！你知唔知道你家姐同麦老师好挂住你噶？我特登翻嚟探契爷嘅，但唔想骚扰佢，更加唔想俾你知道我翻咗香港。点解三年前你走咗去？你同人讲你有生命危险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系咪同零件建材嘅环评报告有关？系咪李冠都对你做咗啲乜嘢？系高修成，你唔好话我唔警告你。环评报告单嘢如果扬咗出去，你打人嗰单 case 唔使自律神。你估你想点就点啊？香港是法治的社会，讲证据的，我有证人证明我没罪，证人随时都可以消失，就连你不合作你都会人家蒸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多次，你想怎样？我劝你离开香港一段时间，越快越好。我为什么要听你说？你不是你自己，你都为了你家姐，我不想连史嘉丽都有事。高修成同我在天台说完之后，我怕李冠亨会对付我，咪留意搭飛機飛去泰國咯。所以呢三年你一直都喺泰國。我想查出當年阿爸嗰單賄賂案嘅真相，發現涉案嗰個官員已經辭咗職，聽講佢仲一夜暴富，之後就下落不明。只要我揾到呢個官員，就可以證明成個局都係李冠亨 set 嘅，係佢逼死阿爸噶。點解你一啲反應都冇咧？其實你一早就知道李冠亨啲衰嘢，點解你仲要留喺佢身邊幫佢做嘢？你點對得住阿爸啊？你家姐唔系啲咁嘅人，我今次翻嚟就系要指证佢三年前伪造环评报告。三年前佢可以洗还手，而家嘅佢一样可以整死你。你根本就卖步求荣，净系为咗自己。我唔会俾你冒呢一个险噶。冇险啊！我冇卖步求荣，一直以嚟我用尽一切嘅方法搏上位，我就系要埋李冠亨身边，揾机会整冧骆以诚，令到佢冇得翻身。我有方法对付佢，你咩都唔需要做，我即刻离开香港。冇等佢家姐一個人啊！
你死下啦好唔好啊，细佬啊！细佬啊，细佬啊！我都好爱个人啊！细佬啊，我你死下啦，死下老母啊！点解会咁噶？我想死杀咗我细佬啊！